用餐时间一到，店内立刻挤满人潮，他们等的就是来品尝台中新开的这间泰式面食餐厅，主打以世界三大名汤的泰式酸辣汤当汤底，料理出海洋鲜甜的海鲜酸辣面，味道上没有到很辣，是大家能接受的，然后酸酸辣辣的，不会吃得很腻。它面的话，我觉得它没有说很烂，就是还蛮有弹性，就觉得好吃，然后它汤头不会很，就是刚好，不会很酸，也不会很辣，对对对，就是很合我胃口。我们主打的就是我们的酸辣海陆面系列，那我们用的汤头呢，就是泰式的世界三大名汤通央贡汤来做我们的汤的基底，跟我们的猪大骨来去做熬制。那所以其实吃起来呢，客人都跟我们反映说，第一汤头非常的美味鲜甜好吃之外，我们的分量也非常的大。不止酸辣汤当汤底，里面还加了南姜和香茅等多种香料提味，让这碗海鲜面成店内的必点招牌。而另外的人气美食还有这碗咖喱鸡腿米线，用红黄咖喱等多种蔬菜熬煮汤头，搭配泰国米线，是台北当地的招牌面店。我们是用了红咖喱跟黄咖喱跟我们的鸡大骨去做熬制的汤头，所以汤头是非常的浓郁。那用了泰式进口的米线，那米线吃起来呢是很滑顺的，那可以带着我们咖喱的汤汁一起吸附进来，就吃到每一口米线都有吃到我们的咖喱汤汁的香味。当然，店内的小菜包含太阳可丽饼、虾酱鸡米花和凉拌青木瓜等，一样是必尝的泰式经典美食。这对于吃腻日式拉面的民众来说，或许是另一项的面食选择。记者李佳中采报道。